之难，待之多。我们的业力如果放到陀罗尼的海洋中，是微不足道的。你的心量有多大，你对于业力的转变能力就有多大。你对佛菩萨的信心有多大，那么你就有多大的能力来转变你的心量。以我们唯信佛力的思想为依靠，是当今末法众生最为有力的转业方法。我们要时刻依靠准提法的真言修行，来嫁接自己和众生有染的业力，在度化众生的菩提树上开缘起之花，结成佛之果。